大家好，我是豪豪，你们可以叫我老豪。今天呢，我要来台地公啦。好，今天要杀这只地公呢，是我从1月1号开始准备这个存钱的计划。我的计划就是一天存50块，然后一年看可不可以存个2万块这样子。我们先把它倒出来吧。来哦，排列哦。这边是我的50块，我去捡下一颗。啊，漏网之鱼，好肥皂。啊，来吧，一颗一颗数。这是全部都是50块。为什么我会选一天存50块的原因呢？因为一颗就50块嘛，我懒啊。而且50块亮亮的，一颗、两颗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六、八、六、九、十、看不想进去，70、71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，目前100颗，100颗就是5000块。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，这边200颗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，总共存了238颗，大概是台币快12000块吧。我目前的成果是238颗，我存了7个月多。我从1月1号开始存，存到7月20号，总共存了12000块。但有人可能会说，你存了快8个月，83差不多是24吧？可是为什么还有10天你就238颗了？为什么？因为口袋有零嘎嘎贴出来的嘎嘎的呀，没有为什么。好，所以小钱也能致富，这个钱虽然少数很少，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私房钱，不能让王母娘娘知道，不然我会过算。好，我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在我的影片下方按赞或者是分享，也可以帮我订阅哦，拜拜。